等了一段時間，咁咧就土伯咧就呢個塞車，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個紅隧就聽日五點鐘通車，咁就不遲不早，偏偏就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就順利修復喎，講都唔信啦，係嘛？即係話佢自編自導自演嘅戲嚟，肯定係啦。我成日都話你嗰啲嘅收費站受破壞，一個方法解決唔收錢，嗯，即係係嘛？使乜要封成兩個禮拜啫？喂，而家有人攞到啲錄影片段，咪話嗰啲個個破壞收費站嗰啲咧，都有個燈喺度，有盞燈係嘛？係啊。不出奇，我覺得就因為啲手法啊，咁樣同一時間大規模破壞呢個紅隧咧，都唔係容易嘅。其實你擺低錢俾我哋兩條友咧，話唔會拉我哋咧，你叫我破壞咧，我哋都麻麻地啫，我都唔識搞。我哋破壞嘅時間仲長過警察圍困理大嘅，可能成個禮拜都未破壞得到啊！我哋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嗱，今次咧就選舉就海嘯，民意海嘯。咁我想問阿土咧，你自己事先個估計係點？係咪我估300咯？300萬你估到？唔係，我估300個位職位，即係過半數。其實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就用450幾，我唔記得咗有幾多席噶啦，因為已經冇選幾屆啊嘛。總數原來係450幾噶嘛。嗯。咁我就用415啊。我就係三分二，對家就佔299嘅。我估大概係六七成到咧，應該係掂嘅。因為你記唔記得我喺你嘅節目又好，我自己嘅節目好啦，我都話喂，其實有兩對腳咧，肯行下咧。都很大機會贏㗎啦嘛！嗱，我就當時我就估60%嘅投票率，咁啊250萬人投票，差唔多就選票就贏，咁啊議席究竟贏唔贏到咧，我都心大心細，即係話總議席啊，可唔可以多過建制派咧？咁我就估200零對200零咁樣，我當時我都係咁估計。嗯。咁但係去到我睇咗上半週嘅投票率咧，我就知道海嘯嚟嘅真係。梗係啦，朱豪祖，你唔知啊，7:30嗰啲咧都排個半鐘。我自己嗰個選區就從來都投票咁多年都唔使排嘅，咁嗰日我自己都排咗一個鐘。係啊，我見到你 Facebook 啊，係啊，又影埋啲嗰啲咁啊幽靈選民啊，係啊，喺呢、這個一睇就知啦，個樣成個農民，呢、這個珠三角農民咁嘅咁嘅人就住喺呢個嘅我自己嘅選區，咁你可想而知。大坑係嘛？你嗰度啊？我嗰度北角寶馬山選區，咁咧就呢個我自己諗。估唔到嘅，我相信譚鐵牛都估唔到嘅，就係、是、個投票率去到71%，因為大家都估計嗱，只要我哋啲選民唔好關注地區事務，好似立法會咁用政治議題，60%咯，就是60%到啦，58%啊嘛，立法會係嗱，我最初嘅估咧就係、是、學你話齋 minimum 都60%啩，咁嘅浪潮起碼都65%啦，即係我係有少少樂觀嘅，因為我覺得啲人係變緊嘅。我的 observation 好簡單嘅啫，我有三個 group 咧，係我教堂嘅朋友，我中學嘅同學，同埋一啲accountant 咁樣。佢哋平時咧係講飲講食，中學嗰啲就講女添啦。啊，喂，大佬，由六月開始到而家，講政治㗎啦，全部都由朝頭早8:00係講到夜晚12:00，香港嗰班啊，美國加拿大嗰班咧就跟住接啦。嚇、一起身就喺度睇 message 啦，全部都係講緊呢啲嘢嘅。我自己個諗法咧就係咁，當時咧嗱，我唔知你睇你係咪咁睇，我覺得係兩條路線嘅對今次區議會選舉。係土共係一路想區議會選舉壓後嘅，咁所以先有呢個紅隧，你我哋頭先講嘅紅隧縱火啊，跟住就大封呢個隧道啊，堵路協助呢個示威者堵路啊，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咁因為咧佢就 set 定個時碌架喺度嘛。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你見到葉國謙啦、何君瑤啦呢啲所謂西環幫啊，嗱一路就campaign緊壓後選舉嘅。第一個好似講係謝偉俊，我記得。係啦，西環契仔。係啦，三大系統都準備壓後，要求壓後呢個選舉。我最後尾嗱，你睇到聶德權都講到最後尾都係話無力兩可嘛。係啦，睇下當日投票日嘅情況係點。我覺得佢後期咧就覺得退而求其次，照去嘛。因為點解咧？嗱，第一外國有大壓力啦，即係美國佬，即係喂夾住你個噃，可能仲快啲通過呢一個嘅民主人權法案。但係當然啦，最後學你話齋有塔 Q 啦，中大理工一役，多謝鄧炳強。咁我覺得佢去到嗰個咧就係有部署嘅。嗯，中大嗰一役，理工嗰一役，哇！你哋嗱你阿林鄭月娥俾曬貼士我哋噶啦，我哋唔會停擺嘅。咁其實佢自己就搞緊停擺啊嘛，屌！佢就想 swing 我哋啲民意翻，起碼啲淺藍或者少少淺黃翻翻嚟佢嗰邊。我覺得佢去到知道北京落咗取冇得壓後之後咧，
就開始個轉捩點咧，就係呢個《文匯報》特刊啊。Once 你試過黑人就冇辦法翻轉頭嗰、那個，真係冇咁衰啦！唔係咁噶嘛，嗰啲 con 恰嗰啲一打入去已經 search 到噶啦。OK OK， 係啦，咁咧你就見到佢認真踎啦，跟住就頭版廣告即係向暴力説不啊咁樣，咁啊 campaign 就嚟啦。嗱，我就更加強方因為呢個講法咧，其實我個零禮拜之前咧，我覺得有少少不妙嘅，因為嗱本來中解亦 OK 噶嘛，我哋即係 OK 噶，贏噶，係咪？係啊。喂，但係理工嗰度咧，其實係有爭議嘅。我身邊嗰啲人開始覺得，喂，唔好咁搞啦，大佬，我翻唔到工啊，大哥，係咪幫我供樓？當然我哋會幫手解釋啦。喂，大佬，佢都係個政府嘅責任咧，啲警暴嚟嘅，啲僆仔為咗自己嘅錢。嗱，佢就將嗰個對民生嘅影響擴大化，所以我話點解聽日呢個張建宗撲街，張建宗聽日紅隧通車咧？我當時我已經看到，我話頂有冇搞 Q 錯啊？你唔通裏邊有人走入去放炸彈咩？炸 Q 到個紅隧裂咗咩？點可能話放風話十二月喎、啊？放風放到十二月先至會通翻車、啊？又話咩？又話通風系統、啊？通風又話行政大樓，我就話行政大樓關乜叉事啊？嗰班友喺度收隊喎，嗰班友講叫喂，屌嗰班友坐喺行政大樓嗰度睇閒網嘅啫嘛，唔係啊，同埋嗰啲話咧有段片段咧錄完影之後咧破壞行政大樓咧、啊，最後咩叫咩？我哋而家話走啦喂，細良咁啊，佢話收隊，咁啊大家知咩料啦？喂，全世界得一班人係識講呢一個 term 嘅啫，就係、是、收隊就係差佬或者軍人呢啲就係叫做將以亂止亂啊，就係、是、呢個毛澤東嘅即係中共嘅心法。暗黑兵法之一嚟嘅，唔係好簡單啫嘛。我同幾個退咗休嘅差人同學，佢話我話我問佢，我認真問嘅，認真冇。我話如果你做 deployment， 雖然香港好少啦，過去幾多年嚟，你會點部署㗎？佢話咧有幾個 options 嘅。我聽完之後，我覺得有道理。一嗱咁政治嘅人會諗咧就係、是、由你搞啦，你中意搞退路講公路啊嘛，你幫你搞添。你掟東係咪東鐵啊？嗰度係啊，大學站咯，係啊，掟啊嘛，由你無警時分，玩翻七二一咁一個方案，咁你等你自己自我消亡啦。嗱，如果你哋有人喺度打交成性咧，我哋就介入，淨係咩啫？但係我哋由得你，唔清。第二個做法咧，佢就話，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僆仔嘅時候啦。嗱，你要入會展，我頂。我正式程序向中大申請嗰條橋，對唔住啦，啊！你啲學生哥係咁掟嘢落去，封完之後咧，即刻揾人清咗佢，繼續通車，喺度攔住，攔住咪得咯，擺曬鐵馬，唔會咁處理嘅，係啊，唔會。你細娘要撞啊嘛，我咪同你撞咯。咪以前我哋咁啊，大家鬥推啫嘛，係咪？佢話第三個方法咧就係而家咁，攻入中大，圍攻咯，係啊，拉人咯，衝入去拉人咯。佢話有少少塔 Q 嘅，佢哋內部嘅估計就係咧，佢本來諗住好似延世大學咁。你喺呢度，我又掟，你又咩咁？但係你知道嗰啲咁嘅魏俊仔大佬，有時控制唔到，咪commander大佬，咁咪衝埋入去。當日我覺得咧，就唔單止係魏俊仔嘅問題嚟嘅，係成個警區嘅現場嘅馬鞍山指揮官咧，高層都控制唔到，因為我就喺段崇智身邊咧，同埋阿吳基培副校長咧，佢哋根本係同上邊傾咗大家撤退嘅。去到前線嗰陣時候，自己都俾人 TG 喎。兩個都係喎，跟住嗰啲友仔咧，再估計就係咧，佢就乘機中大搞完一鑊，以為得喎呢條橋，開始有啲民意反彈咯喎，啲我翻唔到工咯喎。理工嗰一翼咧，佢照版主。理工我覺得再毒啲，我覺得鄧炳強就上任咧，就係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唔係啊，即係幫中央立功啊，要大舉拘捕示威者。咁所以咧，中大就反而咧就係純粹武力升級啫。是但是去到理大就是一個謀略，就是圍點先包圍理大，然後呢等你去救援，然後大舉拘捕救援的人，就製造逼溪人踩人慘劇啊等等嘅嘢。所以我話其實救援嗰啲人200多人被起訴暴動罪咧，係好陰功嘅真的。因為我作為一個 layman 啦，唔識呢啲嘅 deployment 即係部署咧，就係、是、喂，如果要守一條洪水，係相對容易過去攻入啲大學。跟人家打架的所以除非你很想打架是的我覺得他是很想打架也很想製造一個警民衝突然後大舉拘捕的一個效果那就震攝震攝之後呢再加上呢市面民生凋零又回不到崗又揸不到車彌敦道現在還沒有交通燈你知不知道你想想剛才我在灣仔來因為我很久沒有揸了已經是搞了一個小時10分鐘彌敦道啊還未通交通燈的
好恐怖嘅，所以我就話係啊，周圍搶路㗎，我哋係啊，所以唔敢揸好耐啦。所以咧，我就係話咧，佢就諗住個嗰個原本嗰個諗法就係咧，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押後唔到選舉之後咧，就係退而求其次嗰個市面嘅嗰個嘅凋零啊、凋零啊嗰啲嘅係啦，社會停擺嘅情況就射落去呢個泛民反送中陣營嗰度。所以我後屘我諗咧，你計下啲票數咧，我睇幾個啫嚇。喂，佢哋冇跌票，仲多咗少少，即係話咧冇 swing 到啊！即係原本我哋諗住，喂，冇理由唔 swing 10% 嘅喎，即使投票率唔係話癲成咁。嗱，你好簡單啫嘛，我住嗰區就叫景田，你都住過啦。喂，上次係2000。接近3000，喂，今次係3500喎。嗱，我就比對佢連續兩屆嘅選票嘅增長，我覺得佢嘅中票機器咧 ，maximum 每屆中200000票。今次好似係佢多咗40000喎。係啦，本來80，跟住而家去咗8，而家82000。嗱，當然投票率高咗，水漲船高啦。係，但我估計啊，會高嗰啲全部係我哋嘅。Yes， 係啦。咁我當都係64咁分啦，佢都分到啲嘅。或者越後越多嗰啲咧，就可能我哋分82都唔定。是可能，但是我覺得他又分了新增的選民，但是他的中票機器呢，我自己得出的估算呢，每一屆每隔四年中200000票，我自己在敏橋看著的上來的。我聽的訊息就是怎樣呢，即例如如果我是建制派當選了區議員的話，今次我1500，那他就會落order給我，就說喂，你合法也好非法也好，最好是合法啦，就是你搞多500出來。因為點解咧？你都會睇住，喂，你頂就係1500啫。咁我要冚你，咪1600咯。即係如果我係，如果你係泛民，咁我如果係建制派區員咧，就會做好自己地區嘅組織工作，就係加多500飛翻嚟。因為你嗱，我攞多另外一個區做例子，例如竹園北，連續兩屆贏我一屆又係2700。最初本來我2700，喂大佬，你如果今屆擺翻喺竹園北，你都得啦，好似阿牛咁樣，8年抗戰之後光復啊！唔好搞啦，大佬。跟住咧就係上一屆咧又係2700，今次係變3500，即係話佢有個 mission 俾你，就係話唔該你搞5600飛翻嚟，唔係搞5600飛，係中5600飛，我覺得係啦，中。嗱，非法又好，合法又好啦。嗱，佢未必係非法，我覺得佢可能係單程證，每日150，然後咧 L 期一個假地址俾佢。嗰班咁嘅粉腸，我目睹嘅支持嗰個自由黨嗰條撲街嗰啲粉腸，嗰一車一車嚟嗰啲，冇可能係住喺個區嘅。啱啊，尤其是你嗰度。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嗰啲咧，就佢可能有香港身份證、新單程證嚟嘅，不過就將個地址一屋十姓嗰啲啦。係。就係中咗落去我個選區裏邊嗰啲地址嗰度，佢好容易嘅啫，佢只要揾到一個民建聯、工聯會嘅地址，自己 friend 就係可以中落去噶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有系統嘅中票，而聶德權特區政府係視若無睹嘅。喂，好簡單啫嘛，姓劉就多人啦，我揾十個姓劉喺你屋企。我都話我今次啊，咁啊仲好。香港電台打電話嚟訪問我，我話我都無釐頭收到一個姓陳嘅人嘅選民登記嘅選票通知書。你屋企啊？係啊，以前都未收過。Okay， 是突然間今屆收到的，即係話有人你係咪住咗嗰度好耐㗎啦？係啊，十幾年咯。咁你都偷雞，咪即係有人攞咗個地址去登記咯。你都偷雞，所以我就話呢個咁樣嘅情況咧，而家聶德權仲話放寬內地人投票，嗱呢個就再毒啲。即係話喺內地嘅香港人可以投票，即係任佢搞㗎啦，任佢中㗎啦。佢好似話而家大灣區投得嘛？係啊。即係話移居大灣區嘅香港人可以投票嘅話咧，即係任佢中噶啦，呢個就完全冇掩雞籠噶啦，一定要全力反對喺立法會再上街，用盡各種方式同聶德權、林鄭月娥講清楚。喂，咁如果你開放大灣區，點解唔開放加拿大啊？點解唔開放全世界？係咯，移居去全世界，你話有呢個其他香港居民嘅？喂，多倫多 Vancouver 好多有票倉嘅喎，係咯。點解唔可以啊？喂，人哋係搭飛機翻嚟投票嘅喎，前日温哥華加拿大我認識嗰啲係為咗投區議會一票係搭飛機翻嚟嘅喎，澳洲嗰啲係嘛？咁你點解唔全世界開放啊？如果係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包藏禍心，佢就係要令到咧兩種第一合法地去呢、這個唔係合法添啊，係非法種票嚟嘅。其實嗰個因為根本佢地址唔喺嗰度。第二係咩咧？就將呢個嘅叫做選票生產基地。就轉移去大灣區，變成一個淘寶式嘅選票生產基地。就由嗰度去生產一啲假嘅選票出嚟。大佬，坦白講，你問香港人喺大灣區投票去監票，
點加嘛？肯定係造假啦，即係佢當監獄咁投咯。係啊，所以我就話一定要奮身反對，如果唔係香港以後嘅選舉玩 Q 完，唔使選，唔使選噶啦，真係玩 Q 完，真係玩完噶啦。如果你一行呢一步嘅話，一定要同佢死過。而家冇得傾嘅，我話俾你聽，你以為真係選完之後唔使上街啊？佢嗰啲撲街嘢會陸續嚟嘅，其實仲會，所以一定要講到明噶啦，冇得傾。你夠膽你就嚟。喂，而家大家玩曬冷嘅啫喎，真係。喂，話時話講開啲選舉咧，就係其實我哋七成咧已經倒到好盡噶啦。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嘅估計咧，有啲錯地址啊，搬咗唔記得 update 啊嗰啲咧，或者係入咗醫院啊，或者係移民去外國讀書啊。喂，嗰度其實有一兩成噶嘛。係啊。唔出奇噶嘛，係咪啊？我以往選過就知啦，好多街坊搬咗去屯門，咁又跟住又俾人取消咗選民登記，又唔知啊，跟住又翻翻嚟投票咁樣。喂，其實我哋即係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已經係倒到盡咧，個七十幾個 percent 㗎啦，去曬㗎啦，去曬。我話俾你聽，嗱，佢就每一屆中200,000選票，我哋就要喺街嗰度一個揾翻嚟新增嘅投票選民。咁今次我覺得咧，去到七成一咧，就一定係同手頭族。是在六月就在七月一号 complete 的选民登记运动嘛。那两个礼拜就冲了接近400,000的新增选民回来。我觉得是那里有关的其实。30多-40萬的。是啊，差不多40萬。就是六月九号之后嘛。是啦，那么六月九号到七月截止的选民登记。那里面呢，我觉得呢也都是呢年轻人在区议会的投票率上升了。嗱，呢個過去嚟講，呢個係違反咗常理嘅喎。後生仔就世界趨勢喎，係唔投區議會嘅。嗱，我自己去到票站裏邊去睇就係咩咧 ？Y 二 set 字頭一條隊嘅嘛 ，Y 同二 set 字頭就後生啲嘅。嗯，佢分流啊嘛，入到去投票嗰陣時分流啊嘛。係。咁我哋呢啲中坑就係中間啊嘛。我知咯。G 啊嘛，係啦，我哋中坑就係中間紫色隊啊嘛。咁啊 ，Y 二 set 你留意下嗰條隊長短，你就知啦。我中午竟然見到 Y 二 set 都有人排隊喎。我中間嗰條冇乜喎，我以往就係排中間多嘅喎，咁即係話 Y 二 set 30歲留下嗰啲咧，就有好多朝頭早中午都去咗投票喎。不過我就選擇唔喺朝頭早投票，我係2:00嘅，我係直出直入。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佢談鐵牛之所以呢個大數據失利，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估唔到究竟投票率咩？手頭族有幾多人出嚟？呢個手頭族嘅投票率就影響到嗰個嘅總投票率同埋總得票啦。嗱，今朝我有時間咧，俾個電話阿馬岳，你老友。咁我喂馬岳，你做個 Excel 表計一計喎。如果我哋嗱幾個 scenario 嘅 analysis 啦，喂，如果而家71係咁，65係點咧？即係少10%。哦，好多輸㗎啦。例如60、65、70。我自己 run 出嚟60嘅話咧，就 marginal， 大家打成平手，64-64，即係如果60% 投票率嘅話。OK， 你計過？我計過，打成平手。但係你嗰10% 係計嗰個區嗰、那個總選民人數喎。我係計全香港加10% 落去，然後再 L 期平均。O K， 咁樣。我就話叫佢批個 Excel 表，我話你計。咁然後我假設嗰10% 係82之比。係82。82。Reasonable 啦。手頭族投80%投去黃嘅，兩成投藍嘅。Extra in addition 出嚟嘅票數。嗱，咁你好簡單，係82咯，我哋攞。你好簡單嘅啫，你只要點計咧，就係話。你大約一個而家佢哋總投票出嚟嘅投票數咧，就係爆啊 round 6,000-5,000咁上下啦，我覺得。即係七成啊。係。咁你減 10% 啦。咁如果你5,000嘅，即係投4,000票啦。減咗 10% 啊，唔係喎，4,000+啦。唔係你總選民人數幾多先？嗱，我當你10,000啦。10,000，唔係你而家冇10,000咁多嘅，實際上投票下10,000，而家實際投票係7,000啦。7,000啦。係。咁如果少 10% 就得6,000啦。如果個新增嗰個部分裏邊咧係佔80%係泛民嘅話咧，即係佢大約咧就係少咗咧係500票左右。咁你只要扣除500票，你就知道我哋有幾多個選區會輸啦。扣除500票，係你就大約估計到，即係減500啊，將我哋贏咗嗰啲位啊，減500你就估計到。咁我哋有好多贏1,000+嘅喎。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佢而家嗰個嘅佢預咗會輸㗎，事實上，佢唔係預咗會贏。但係佢輸嘅意思即係話由299，2006年佢有299席，可能輸100，佢會輸60席到我估。佢嗱我覺得沈旭輝嗰篇 status 你有冇睇？有。星期一上中午咁上下咧，我收到嘅上晝咁上下。喂，因為佢係有嗰啲線嗰啲人嚟㗎嘛，係咪？
所以我好信佢嗰篇嘢講噶嘛。佢話佢最初真係諗住就係睇下有冇機會可以 cut 咗個選舉，後屘諗住喂唔使照開，照開。我計咗條數，不過原來就輸咗俾大數據嘛。因為佢估唔到個投票率癲到係失誠啊嘛。嗱，我自己加多一個因素嘅，我自己加多一個因素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分化論徹底失敗。係嗱，你唔好低估啊！過去喺2006年嗰屆立法會同2005年咧，我估射落海咧係 around 6% 到8% 嘅。仲有啲唔去投咧？唔去投白票射落海呢個陣營啊。嗯。所謂嘅呢啲國師啊、689啊，嗱689你諗下。他星期四連續發幾個 post，就話泛民出賣理大抗爭者，背棄他們，是的，就說叫了他們進去，是人都知道泛民怎會叫得動那些抗爭者進去理大啊。但他整條線呢，港共系統整條線宣傳呢，就是站在勇武派變成勇武派代言人嘛，就去譴責泛民，跟著就說你吃人血饅頭，然後就吃人血饅頭，就射去叫人不要投泛民，甚至有人叫人投建制派嘛，話我哋血債票上嘛，有啲人嗌啊，所以我哋死都唔敢嗌啊，大佬。係啦，就甚至係咩咧？嗱，你見到咧，跟住阿國師啦，咪成個系統出動咯。嗯，係嘛？就叫人咩咧？就係用各種明示暗示，因為佢又唔敢大太於逆嘅民意，即係叫仲叫得上一屆咁癲，所以就話誒、大家自由選擇咯，你中意投白票咪投白票咯，用呢種咁嘅方式。嗱，你好簡單，如果嗰度 swing 咗8% 嘅話，其實他條數就贏了，我告訴你，對嗱，你等於收銀機一樣，收銀機黃成志 swing 的意思，你是來回吧，計四四嗱，那些人不出來投 ，OK， 嗱，年青人啊 ，Y 二些字頭啊，5% 不出來投，跟住咧就5% swing 落海 ，swing 落海，然後你好簡單，再少15%投票率 ，Y 二些，如果係出嚟嗰、那個一定是投黃的嘛，係係嘛，因為他哋見到啲同學啊等等嗰啲大學生咁樣俾人揼。他哋一定是投翻落去黃嗰邊噶嘛。嗯、但是如果當他哋俾呢些分化撚 swing 到嘅話咧、嗯、，Y 二 set 唔出嚟投，即係話手投族嗰個出嚟，因為投落黃嘅機會大啊嘛、嗯。只要他哋唔出嚟，佢俾啲 justification 佢。係啦，俾個 justification 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毒嘅，其實大家認清楚呢啲人。我你幫我 name 下，睇下過去揾翻俾我睇下，有邊啲係講呢啲。李儀仲話：，大家唔好批評呢啲咁樣嘅叫人投白票嘅人。如果喺大是大非問題裏邊係可以咁樣講嘅人，你就知道呢啲係乜嘢人。你喺美國冇所謂，因為我抗議嘅制度。OK， 香港你係面對一個黨國機器，然後有好多人就話啊，咁樣咧就變成係證明有民主，外國就唔會通過民主人權法。你睇嗰啲 argument 係好好笑嘅。陳雲嗰個咪係咯。係啊，跟住又話喂，佢除咗個結論咧，叫人唔好投票，其他全部都係歪理歪理嚟㗎。其他都。有啲 logic 噶，唔係佢話點解要攻理大咧？喂，你係咪想唔過民主人權法啊嘛？佢調翻轉頭講嘅 logic， 仲有咩咧？就話如果咁樣證明香港有民主，外國就以為咧已經解決咗問題，咁就唔會再聲援香港。所以咧就當外國人，大佬人哋有曬電視台、BBC、Reuters， 即係我見住嗰班人係幾個月喺香港，佢哋真係會俾一個咁樣嘅陳雲呢啲咁嘅言論所誤導咩？係咪以為香港有了一次成功的選舉，大家就不用再理香港了，咁樣呢啲只係呃到嗰啲政治上嘅無知嘅人嘅啫，我覺得。但係佢就真係 swing 到㗎，我覺得。過去啊，我喺上個禮拜有一個最大嘅憂慮就係咧，如果真係佢呢一套嘅講法咧，射落海啊，投對家，一係投白票，一係唔投，一係投對家，嚇、啊，即係全總之全部都係攬炒論啦、啊，所謂唔係攬炒添，我投對家就唔係攬炒嘅，我覺得。等佢哋贏咗之後，咁啊點啊？置諸死地而後又再落個地獄啲啊！跟住我哋繼續去街頭，等就多啲人去街頭抗爭。喂，如果佢呢個道理真係成立嘅話咧，我嘅講法就係、是：喂，咁你嗰五大訴求，即時話俾人聽係冇個民意支持啦，話俾外國聽。喂，其實 Donald Trump 你唔需要簽呢個民主人權法案㗎，因為香港人其實大部分嘅民意係唔支持呢樣嘢。喂，我哋 PK 嘅喎，肯定啦。所以我就話你睇到嘅，你從事後睇到啦，已經否定咗呢啲人所講嘅呢啲歪理。因為你睇到外國傳媒點樣報呢次選舉咧，就是、香港人好清楚繼續支持呢個抗爭，係，亦都 send 咗個信息俾北京，你而家個波喺你嗰邊，你要處理啦。仲有。就係話咧，我哋已經係透過一個和平嘅方法去表達，具體科學咁表達嗰個。所以話而家球喺北京嗰邊咯、就是，就係。係所以我話你有陣時嗱，你計到啦，如果你話投票率六成，再加呢個分化撚政策，係咪？你見到嗰啲馮檢基啊、黃成志啊，你知唔知阿基幾多票啊？百幾啊嘛。154。
他好像說王承志搭即係中間超人搭啊界票機咧，都唔夠300票啊嘛。夠177+154，我計過。哦、OK， 多少少。係啦，唔過350啫。OK， 係啦，咁啊多少少。喂，但你諗下佢呢啲就係咪就係五年前嘅方法咯？嗯。喺2015、2016用過嘅方法嚟㗎，其實。跟住佢第三招咩咧？低調競選。你見到好奇怪，喺北角我出入嗰個紅區，嗰啲嘅紅衫軍全部消失。以前咧，福建同鄉會啊，福建社團聯會啊，去到臨尾嗰兩個禮拜已經插曬旗，擺曬街站喺度派福袋㗎啦嘛。啊冇喎，今次佢滿聲發大財。係啦，佢就諗住咩咧？低調鐵票，唔想炒熱個投票率，唔想喺街頭對抗，因為街頭任何嘅對抗咧就會吹谷個投票率啊嘛。嗯，咁就然後靠咩咧？靠鐵票部隊一車一車人去車人去投票。其實佢嘅機器，我其實都好奇怪。啊，區議會嗱，你個區難講啦。喂，大部分都唔使車噶喎。後屘我聽到個信息咧，我唔知堅定流啦嚇，即係觀望停止咧，就係話佢話原來嗰班咧車去嗰啲咧係做勢噶喎，佢唔係堅喺個區嗰度住，我嚇下你班友，我話唔係啊嘛，唔會啊嘛，咁樣車法喎，同埋兜兜兜要磅水噶嘛。佢話原來咧係食咗好多噶，食咗多陣啊，俾阿細良十萬。我知道落到去得翻一千嗰只，你俾翻一萬我，跟住我又再派咁樣啊，大佬。咪即係傅振中嗰只咯，係咯，派到落去每人兩嚿半嗰只咯，係咯。佢話原來即係你做判頭。喂，你睇兩會個 budget 你都知啦。喂，廣東省維穩費點會係全國最高？不過我後屘我諗咧，有啲似層層。嗱，我班一車人去到拖一扎婆入去，咁你唔知道我嗰扎人究竟係投唔投到噶嘛？佢啲阿婆又慢噶嘛，轉頭行翻出嚟咪當投咗咯。嗯，咁我咪收十萬咯。喂，佢咁講我咁聽啊，我嚇。嗱，但係你留意一下咧，我覺得咧，你話今次可以咁講係即係一個形勢時勢使然，但係同時呢個時勢咧唔係理所當然嘅。啱啊。老共搏呢鋪咧，佢搏得過嘅，其實我覺得。就算佢搏到，佢可能由299跌到落去240、21、230都好，佢都仍然佔區議會多數。佢搏就係搏呢樣嘢。咪同埋佢作正式嘅宣佈向外，就係民意係逆轉。我哋仍然佔多數。係啊，建制派仍然佔多數。咁五大訴求，喂，咁民要咁你話林鄭咪會出嚟講咯？星期今日咪會出嚟講，市民係支持止暴制亂。嗯，市民係想恢復秩序，你哋班友好收手啦。嗯，嗱，我覺得個劇本毀咗喺邊度咧？我覺得毀咗喺鄧炳強手上，李大做得太絕，玩得太盡，玩得太絕，真係嘅。你拘捕嗰啲嘅醫護啊，咁樣喂醫護嗰下真係，嗰下就國際憤怒同埋咩？喂，嗰張相真係好多藍絲都頂唔住啊！係啊 ，SIS 都唔會咁做。嗰啲藍絲即係上咗岸嗰啲醫生啊、專業人士啊嗰啲都頂唔住。係咁好多老年嘅淺藍咧，就因為良心投票嚟嘅，我覺得今次係，唔係政見投票嚟。啊，係啊，佢睇到呢啲咁嘅。即係李大慘案啊！其實以後唔應該叫做咩圍攻李大，喂，係李大慘案或者李大慘劇。嗰日朝頭早打去係咪叫佢仲係晴朗的一天出發啊？即係打去陳志雲嗰個節目嗰度咧，嗰啲阿叔阿嬸啊，嗰啲好多手提族嚟嘅，原來星期一打去嗰啲喊曬嘅好多都66歲，人生第一次投票。喂，我但係我諗阿叔，喂大佬，我哋都投咗好多鑊喎，我細你十幾年，大佬。喂，真係喊曬喎！佢話啲喂，佢又好嘅 structure 喎，嗰段 speech 就係話，喂，啲年青人放棄自己個即係青春，係啊，未來咧，放棄自己未來。未來，咁所以佢一定要投啦。嗱，我勇武勇武唔到啦，咁我唯有得。所以我話嗰啲係良心票嚟嘅，共產黨啲人咧冇良心，所以佢冇辦法 measure 到良心票有幾多。嗯，佢唔知道淺藍嗰度流失咗幾多良心票。同埋佢一路仲喺度政治計算。係，佢係計政治啫，我覺得。喂，嗱，我數票。落咗 order， 冇理由啦！你本來2500，而家我幫你揼多500出嚟，3000。咁我喺度計，喂，立法會都係58% 啫，我當加多5% 出嚟啦，63-65咁上下啦，我都照嚼你啊！諗住點原來計錯？嗱，好經典嘅就係、是、即係冥冥中自有注定。北角嗰兩個紅區，保女錦屏，呢啲就係福建幫嘅大本營，都掛埋，掛埋，掛咗59票，紅蓮參啊！即係福建幫大佬都掛咗，掛咗俾個福建女郎、福建少女，即係黃絲呢邊嘅。你就睇到咧，其實佢嗰個浪，佢估唔到嗰個咧，其實就唔係佢自己嘅鐵票同埋中票，呢啲佢全部估得準確。佢就估唔到手頭族有幾多人出嚟。
係，同埋嗰啲係 landslide victory 我哋嗰啲。嗰度你 landslide 贏嘅話咧，好簡單，你一過咗個 threshold 咧，嗯，其實佢咧就會嘣一聲唔見百幾席噶啦。係，你明唔明啊？因為佢嗰啲本來就係可能 head 住你百零二百票嘅 margin 度贏嘅。嗱，好簡單，何君瑤。何妖上一屆你想想他怎麼打敗何俊仁，何俊仁在那個選區翠樂盤踞了兩屆還是三屆的了，很久了，是的，因為有個鄭松泰進去拿了三百多票而已，嗯，剛剛加起來，剛剛加起來就何妖就剛剛贏幾十票了。我覺得他還有一個系統上面呢，今次呢他被個反送中運動打亂了他陣腳呢，就是以前他用這些這樣的，鄭松泰走去拆票啊解票的方法呢，他今次是沒有什麼時間咧，嗰啲系統咧去做的。唔係啦，今次我同埋佢最初佢諗住咧係食硬我哋噶嘛。我覺得要俾翻個 credit 啊，戴耀廷。哦，個風雲計劃要全面參選，第一係佢提出嘅，係唔可以再有呢個嘅智龍當選。跟住當公投，當公投嗱，呢個理念地區嘅議題係最重要，要政治嘅，要政治嘅講理念嘅。咁啊，戴耀廷雖然中間去咗坐監。嗯，出翻嚟亦都因為好多原因，佢唔可以高調去即係去做呢啲咁嘅嘢。但係我覺得咧，佢嘅理念咧已經係好多深入民心，政界裏邊嘅人啊，社區裏邊嘅人咧都已經 buy 咗。喂，所以你見到全面參選呢樣嘢咧，係直接導致佢個黨國機器 overload 噶。你唔知啊，戴耀廷咧未入之前又好，出翻嚟嗰陣時候，出翻嚟好啲嗰陣時候已經七八月啦。喂，最初諗住係太曬 Q 噶，得卅幾有風雲計劃，包埋阿蘭屎嘛，係啊。子傑係咪噶？岑子傑係咪風雲計劃噶？唔係，佢社民連噶嘛。哦，總之風雲計劃就得卅幾友 train 出嚟嘅，大部分都係義工，就唔係參選者。係啊，咁跟住有好多咧，最初嘅時候咧，有啲人喺度批評咩，就好多甩頭甩骨。唔係，但係結果係因為個6月9日之後反送中運動，冇錯嘅接力，咁就令到好多嘅素人咧就願意投身於呢個嘅區議會選舉。你見到記者參選好多啦，專業人士參選好多啦，有個退休差人。是嗎？啊，在Sogo的選區，那個女警啊，那個以前是前線的女警啊，是啊，是啊，後來讀大學，跟住之後又俾個老做女警，跟住俾阿女長毛係咁孖，姓梁，梁，我唔記得咗梁 ，Kathy 梁好似，係啦，咁就變咗好多呢類嘅人出嚟咧，各式各樣嘅人就組成啲地區團體參選。你見到今次最特別係咩？220個係冇政黨背景嘅，嗯，當選者喎，係嗱，呢個係歷史上冇嘅喎，真係，亦都係個危機啦。當然，我覺得係。我都覺得係，就是對方收購合併的危機啦，滲透啊、分化、挖牆腳啊、製造醜聞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因為冇咗嗰個組織嘅約束啊嘛，咁啊，係，咁亦都係個好處嘅，我覺得，好處就係冇咗政黨呢啲嘅挖曬牙嘅情況，可以多啲新嘅即係 idea 帶入去區議會。嗱，一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今日林鄭嗰個回應，同埋講下咧建制派大洗牌呢個情況。好啊。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是牛肉。最重要是什麼？湯底？不是，是牛肉。好吃的，好吃的。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10:30，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
咁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咧，大家記住啦，佢有一個叫做抗催淚煙茶。咁成分咧就係、是、由呢個嘅沙參、百合、麥冬、菊花、甘草、冬桑葉。咁咧就係、是、吸得催淚煙多嘅香港人咧，因為已經發咗成超過10,000發啦。咁所以咧就記住呢、這個係陪著你走甜品嘅一個名物。咁大家見到我前面咧，哇犀利啦！呢個就係最出名嘅叫做仙草白。八寶，咁呢個咧就係、是、叫做銀杏雪耳圓肉，呢、這個大家都知啦，話見到真係好想食啦，就係、是、芒果 waffle， 呢個係原味 cream brulee， 呢個咧就係、是、叫做死啦 Oreo 綿綿冰，咁咧就係、是、我叫曬咁多樣啦，咁大家記住呢、這個興發街、清風街。嘅陪著你走甜品有80多樣嘢食嘅，其實食完之後包你可以咧，每個月每一晚嚟咧都有唔同嘅甜品。大家記住啦，夜晚黑咧就開到12點嘅呢度。咁啊食完飯出邊天后嘅電器道咧好多食肆咧，串燒啊、泰國菜乜都有。咁食完之後咧，最好就行過嚟，由天后地鐵站過嚟3分鐘，記住。陪著你走甜品。